10月10日，大型户外寻宝探险真人秀《一起出发》在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。说起这档节目，那绝对是吊足了一众粉丝们的胃口。为啥这么说？要知道，该节目可是由李易峰担纲制片，南派三叔亲任策划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以魏巍、刘天佐等人组成的盗墓兄弟，以及付辛博、黄灿盛等几大偶像男神倾情加盟，着实值得大家期待。发布会当天，灿盛欧巴更是在台上大秀舞技，萌趣十足的表现瞬间迷倒一众粉丝。据悉，该节目将于11月15日正式播出。寻宝兄弟团能否经得住考验，旗开得胜，节目中见分晓吧。优酷全娱乐，一起出发。北京报道。11月10日，大型户外寻宝探险真人秀《一起出发》在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。说起这档节目，那绝对是吊足了一众粉丝们的胃口。为啥这么说？要知道，该节目可是由李易峰担纲制片，南派三叔亲任策划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以魏巍、刘天佐等人组成的盗墓兄弟，以及付辛博、黄灿盛等几大偶像男神倾情加盟，着实值得大家期待。发布会当天，灿盛欧巴更是在台上大秀舞技，萌趣十足的表现瞬间迷倒一众粉丝。据悉，该节目将于11月15日正式播出。寻宝兄弟团能否经得住考验，旗开得胜，节目中见分晓吧。优酷全娱乐，一起出发。北京报道。